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是第三天的晚上，我们现在来了 Little Havana 小哈瓦纳，在这转悠转悠。这地方很多古巴裔的餐厅，这一个小剧院。这垃圾桶都做得挺可爱的。今天晚上的月亮格外的亮。店门口好多的鸡，虽然不是周末，但是小哈瓦那还是挺热闹的。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下集再继续分享。Thanks for watching.